我就投诉到了全国12315平台，9月20多号收到了回复，说是那个商家之前存在这个问题，但现在已经下架了。但是我打开他那个店铺，商品仍然在，商家只是换了一个店铺名称，改成了正雄谷光严选，仍然是在经营的状态。我们那个工单回复错掉了，在工单上的时候是在另外一个工单扎上去，等到我们处理完了会电话告知你处理结果。现在处理是啥时候的？是5个工作日之内。